如今在很多大学里有很多二战、三战的考研的学生们，考研考霸是吧？无法脱离大学的校园，熟悉的环境。其实这是我是不建议的。如果你考研失败，要二战、要三战的话，那你最好离开母校，去一个考研机构或者是另一个大学，你报考那个大学的那个大学去听专业课老师讲课，也许比你一个人闷着头在自己的母校里准备考研不工作是吧？靠着父母养活要强很多吧。总之，二战的时期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行为的逻辑分析，认真分析自己的行为，下一步怎么做，而不是。